记者涂莹如台北报道，端午节即将来临，各大百货推出端午礼品预购档期，抢购送礼商机。今年星光三月扩大端午节礼品特辑，除了与天香楼合作推出米其林星级粽礼天香神仙鸭三吃粽礼盒，更首度将粽子老店结集，网罗东南西北四大老字号名粽，推出畅销台湾味名粽礼盒，一网打尽宝岛名粽，如东部的花莲涂妈妈特级肉粽，南部的台南杨哥杨嫂传统特制肉粽，西部的嘉义福源栗子香菇蛋黄肉粽，北部的石门刘家经典北部大肉粽，共八颗粽子，附上竹编蒸笼与薄冷袋，让粽子礼盒显得更体面澎湃，并可以千元有找的价格入手。星光三月近来观察到消费者采买送礼自用的甜品比例增加，今年增加甜品礼盒比例，更引进独家商品，如来自香港知名曲奇四重奏创办人之一 Tony Wham 师傅，自创品牌 Sweet Boutique 甜一家朱古力爆炸蛋卷礼盒，日本平安时代醍醐天皇最爱的和国子老店鹤屋吉信本学凉果礼盒，2018年春节限量已推出就秒杀完售的晚酒小山园人气抹茶卷新作礼盒等独家商品，皆引领话题。本次端午优质礼品，消费者可于5月24日至6月8日于全台星光三月超市预购，其中有 40% 粽子、30% 甜品，以及各 15% 的水果与酒礼。星光三月贵宾卡、联名卡有可独享部分品项95折优惠。此外，5月24日至6月4日也可于星光三月 Beauty Stage 美丽台购买10款端午节精选礼盒，原版的端午礼品，同样推出由米其林光环的台北喜来登大饭店土广式鲍鱼粽礼盒，台北文华东方酒店雅阁 XO 酱等品项，也可购得在地粽、健康当道的养生粽等。其中，远东百货竹南怀旧经典传香粽，全台目前贩售于300组，是热销的地方名粽。此外，一长玉方湖州粽招牌组合，舒心方养生黑糯米粽组，竹南怀旧御品尊龟粽，舒心方花生素粽等，亦为人气商品。俘获米其林肯定的天香楼行政主厨杨光宗师傅，研发天香神仙鸭三吃粽礼盒，礼盒含顶级食材入粽的1公斤神仙鸭肉粽，以及慢火微煮的鸭腿高汤，1680元。记者涂莹如社，亚都地质天香神仙鸭三吃粽礼盒，能单纯品尝粽汤，还可混合熬制成细致稠密的鸭粥。亚都地质提供，台北文华东方酒店雅阁 XO 酱。220%正负10%G， 一入建议售价980元。原版提供台北喜来登大饭店广式鲍鱼粽礼盒，五入1280元。原版提供自由食宝电子报提醒您，未成年请勿饮酒，酒后请勿开车，饮酒过量有害健康。